打包黍子之前，我们先打包两个繁育级大礼包。最近的黍没有繁育级，礼包是我们家会员宝宝特供的哦。首先是个养黍常备袋，里面有补充剂、黄绿水、黍类嗝屁、第一鸣疾病、拉肚子或撕尾，对应的药也放进去了。如果我回复不及时，请先及时对照疾病表自己诊断治疗哈。首先是含有丰富维生素的蔬菜沙拉。拌凉好帮手，收拾笼子的打扫工具和一个陶瓷食盆。离乳后的奶鼠们可以每周补充1到2次羊奶粉。天气转凉了，家里可以常备感康。这个会员家长选了我们家的短卷毛黑波弟弟，还有一袋子的互动小零食，统统带上哦。去新家怎么能少了过度凉的？打包完毕，让我们看看今天出发的小可爱们吧。Oh boy.